雏量级排位赛，运奇对阵哈桑。没错，比赛已经开始，白色拳套运奇，黑色拳套哈桑，上来就给了一个高扫腿啊。是，其实运奇应该说这场比赛应该状态还是很好的。哦，上来用出自己的经典跳膝啊，就会说这个运奇你得多用自己跳膝啊。对，观众也看着过瘾，门法的输出也好，防守做得非常到位。所以有时候对于运动员来说啊，其实这个矛盾就是每个运动员肯定都希望打好啊，有打出名气。但是呢，一旦你这个出了名之后啊，那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默默地研究你，没错，关注你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样的话呢，对于这样的选手来说呢，有时候难免啊会有这样的这个状态，高出不胜寒。当然也还会有对这样的状态，就是别人已经默默地研究你好久。哎呦，哦，我们看到，前手是直接打到肋部，读秒了。看能不能坚持啊，哈桑是不是能够撑住啊，哈桑不倒，恭喜运奇，恭喜运奇，红方胜，运奇获胜。